OK， 好，我跟优来打一下。我跟托米他们都打完了，啊，现在剩我跟优台的最后一场。嗯。啊。干你老师那个奥西耶OK， 好险，还敢跳啊！哎呦，今天第一场赢嘞，运气不错啊！啊、受不了！啊！反正如果我没有赢右台的话 ，XG 的人选是托米跟右台，因为我那时候在打的时候输托米。哇，这运气真的很好哎，今天都猜对了。啊，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。嗯，我现在没什么这样，我现在没办法用脑袋思考，所以他其实溜溜啊、跳啊什么，我其实真的看不到。我现在只能就是趁他抓到我的感觉之前，赶快把他打死。哇，一个牺牲打哎，运气很好哎。看我起身速衰说，嗯，我起身速衰压到就赢了，他妈的！哎，运气很好，妈的，这一次我不要再摔了，我只用新脚压。然后现在天舞晚上不接铁三高改接天舞，什么道理？没有，没道理，就是我转没转好而已啊。就是我没转好，就是要天虎要掉铁三靠变成天虎而已，指令不够扎实啊，指令不够扎实你咳得比我严重，是哈，你看我声音就知道了。晚上要吃啦，所以我现在有点昏昏的，而且我还多吃了一颗退烧药，因为我觉得又有点烧了，所以我刚多吃了一颗退烧药。哇，看我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哇靠！我觉得运气也太好了，受不了。有可能啊，优台其实打完斗心之后就开始发烧了，要赢了才算数啊。
哎、欸，没事。哇，3-0犹太，GG。GG You win. Ah, huh?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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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Ah.我本来想说，如果我跟右台打得很接近的话，我就要上传影片。但是右台被我屌打，我上传影片还要再消费他，算了，就不要上传了。看右台都在冲他小。啊，这把应该会打得比较冲一点啊。靠腰啊！我也第二时间弄那个天舞的时候。干他那雷电梯，我真的看不到啊！你看，受不了。哎、欸，他这是猜到了。哇，可以！啊，干你老师！啊，他刚刚这样打我就输了，还好啊。我是说打冲一点我就输了，我家根本就看不到什么东西，66我也看不到，跳我也看不到。在那边打龟，然后被我进去，活该。哦吼，有啊，小小小，有小小小，还好我也很强啊。如果现在讲打右南之后，那一阵不可防，我知道那不可防啊，那一直玩就有了。小黑那时候问我，就说那是不可防啊，没有那很久了啦。啊，干垃圾人！啊，干垃圾人！防凹啊，干！我猜他防凹，我起身下东脚。不要饶命啊，哥！啊干，你老师啊干！哇哦，啊，可以可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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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道他会 V 反，所以我就直接摔。啊干，你老师！哎呀，这啊，真没办法了。还好还好，我们抢赛已经打完了，现在只是练习，现在不算数。噔噔噔噔噔！啊！不过右台那时候打福斗，其实真的就是，我觉得他内战经验差了一点点。我觉得福斗内战有一些地方做的比右台好，所以没办法。啊！卡琳娜，我看靠，我按了。我后后啦，哎呀，受不了，再后后一次，后后，我看不到，我真的看不到，饶命啊，哥哥！看，对一个病人那边一直用雷电踢，我擦你的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看我的一是铁蛋靠嘞 ，OK， 好好好，好险好险好险！看我刚一是铁蛋靠啊，哦谢谢。啊！嗯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干你老师，他怎么知道我要凹啊？哇，受不了！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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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、啊、一个防凹哎、欸，哇！他打斧头的时候用智障早就赢了，还被斧头直接丢啊！他刚一个假集气耶，我刚以为他集完了。我刚没有仔细看，对我根本看不到，我现在状态根本就看不到。他刚有集一下气，他才出，他不是直接出五 GK 的。哦哦 ，EK 啊，对了，我已经没力了。哦吼，那你，哦还有他在盖里呢，我是我铁蛋靠的呀。OK OK OK。哦，右台也会被骗的，我也还不会被骗。我的铁山靠嘞，啊，要被骗一次了，有点那个，有点那个，有点那个。啊，啥不可防？为什么？
反正就是利用 CA 跟那个的 CA 跟原著的那个原理啦。你知道 QF 也有类似的不可防吗？反正就是比方说你压起身，你放一个气功过去，然后你放一个投技，你放一个指令投技，他对方就会没办法防御，就一定会中那个气功，就其实是类似的原理啦，其实是类似的原理。哇，看我这看不到六六鸡八毛嘞，啊，受不了我的眼睛，啊，我的按我的手。第二时间用这个把我的速衰弄掉了，敢算你狠了、啊！我凹你，骗你的！哦吼，操！一个延迟衰，他的心机很重。哎、欸、啊，中了！他今天解说，那个早就知道了，那个我不用看，不知道的人去看就好了。那个我早就知道，他应该在解说原理是吗？啊、哦，学的。嘿。哎、欸，我速点啊，我的速点怎么没出来？哎呀，受不了！哦，这看得准。哎、欸，哦，对他正义三伏。哎、欸，看我没有确认到，我真的没办法确认了，兄弟。啊，我确认不到，我确认不到。啊。给、okay. 哦、oh. ，哇！第二时间指定头，哎，干，有点猛，还要打我的那个推杆，哎，运气、欸、很好，他是时间算错了，哎、欸，谢谢。还有可以选择的套路，然后我今天看了另外一个，就是场中好像也可以出，不过场中应该比较容易被躲啦，场中因为他那个被弹的距离比较远，不知道场中还有没有另外的套路，因为那个其实真的 S1 就有了。他耍白痴啊、哦！我就看不到，我就看不到怎么去他也出这个东西。哎、欸，运气不错。他这么高估我啊！我现在是发烧吼，看不到。我操！我的铁三靠啊！我今天一直出这个。哦吼，哎呦，可以可以可以嗯，哇 ，EK 有防凹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防了，我防了，我多走一点啦，不小心多走了一点啦，我一个第二时间凹啊，哎、欸，干位我有 V 啊，受不了，再来一次。啊！干，太冲了，太冲了 ！Fuck！ 哎、欸，一个 leg。干、啊，林老师、欸，哎，我那个后队不会被打的，好不好？我后队的时候，我忘记我出了什么。哇 ，EK。敢他知道我要对空，垃圾人！谁准你知道我要对空的？不准你相信我的对空啊！
怎么又那个啊？为什么？哇，受不了！一个，哎呦喂啊！真可恶，原本都赢了，说，那我那个后退啊，那个画画画就我就赢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后退还被打到，可恶！嗯，他五指的不可防弃，是啊是啊。嗯，右台似乎是被他看穿。嗯，嘛，同角对决。不过因为福子是指定头啊，不是福子，米卡是指定头角色，所以其实他们差的是心理战的部分。然后讲力回的部分，我倒是觉得还好。哦，有啦，我觉得福斗的无尾流可以用的比右台好，所以我觉得那个。同角对决的对策上，那个右台稍微输了一点，稍微而已。我后后了，完了，666 HP， 没有猜错。还想拼指令头啊，正义而已啊，我点了啊。啊。等一下说我要是我状态好看得到六六的话就好了。还有六只防凹小仙人。这么防凹啊，哇啊几针配很多防凹啊。我又没有啊，我看不到啊，我真的看不到，受不了，我第二时间凹啦，哇，我的反应，哎呀，我猜他要防凹的时候叫他点一下防凹，我起身二 NK 被打了啊，还好啦，作为一个导航模式来讲，这样真的算是不错了，啊，受不了，看不到。又那个啊，受不了！网路真的很不稳。第二时间 ，ONK 吓到了吧？哦吼！哇，看得好准！哇，受不了，完了！真死者，猜错，操！哇，干你老师！啊，对对对，画画。不呀！哎、欸，有了！生死者摔爆你啊！杀杀杀杀杀杀杀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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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不错。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他敢称第二米卡，没人敢称第一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是吗？他是认可第一米卡没有错啊。然后讲他的打法是小斧斗啊。但是因为我也跟福斗和米卡打过，我那时候是完全被吊打，所以我觉得，啊，就一个非同角的角色来看，应该说作为一个就是都跟他们两个打过的人来看，我觉得福斗的还是比右台强一些而已，强一些，强一些。我操你的，又猜错了，我来。因为像你看，我跟右台打，现在是一个3-0吧，现在是3-2。我那时候跟福斗打，我记得我好像连灯都没有亮啊。那时候在去年斗魂的时候，有福斗还是强一点啊。不过现在是比以前好打一点米卡，因为以前是不能用 VT1， 所以你的进攻是有限的。现在是可以用 VT1 的，所以你进攻稍微好一点点。所以其实现在说也没有那么准啊，老实讲。哇，这个厉害！我以为走得掉手，我一直搬在后面，怎么又那个啊？哇，受不了！今天网络真的很不稳。哎，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。
所以世界上最强的 Mika 应该还是福斗吧，应该啦。但第二就难说了，因为其实后面的 Mika 是风格比较不一样的。因为右台真的是小福斗啦，他的打法，他的打法跟其他什么，比如说像 Luffy 啊，或者是那个 Mojo 啊，他们都不一样。他要把我对角落，没关系，这给你。凹你他妈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按错，运气不错。得了，像我打复斗的米卡应该打不到这种比数啊，3-0，现在4-2，应该就打不到这比数。啊。奇怪了，我是不是发烧比较强啊？受不了，我没有在用脑打，打米卡好像比较好哎、欸，因为我平常打米卡都在那边看啊，看他跳，看他66，看他几七踢什么的。我现在都没在想，反正我也挡不住。我现在挡不住，我就打我自己了，然后就赢了。干你娘、欸！我让我平常那么辛苦干什么？我生气了，我平常那么辛苦干嘛？我现在想要努力看都看不到，然后我就打自己的，就反而还赢的比较多。妈的嘞，生气！我真的是没什么在想了，我啊，打自己的摔啊，摔对抗啊，一的。哦，感觉他这個看纱布看得好准哦。感觉他一个反凹哎、欸，哇，心机很重。哎呀，又一个leg。哦，我速点。为什么今天会这么累格啊？好奇怪啊！66正三，哇，他知道哎、欸，看他知道正三，我要凹他，可恶！再凹一次，你猜不到了吧？哦，我看不到雷电梯啊！我求求你！啊，我弄错了，我弄错了！哦，那不是 B D V 翻啊！看我看错了，我刚把他看成5 HK 了。看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？吼吼！哎，林哲，吼吼！哦，好，他猜我，他猜我啊！凹他！啊，对对对！哇，看这看得好准哦！看，我都觉得他现在反应还是很好，他一的纱布看到都有点了，然后看到这个天那个 VS 空灯都给我插合了，看你看我现在是什么都看不到，啊！安安，豆喜有给你拍照哎、欸、啊、哦！你好，你好，你是第一天跟我拍的嘛？第一天我没有感冒的时候，今天下大雨哦。对啦，也是啊，下大雨所以比较累。嗯嗯嗯嗯。啊，像这样打比较接近就可以放了，不然人家说我在消费右台啊。啊，这样打比较接近就可以放了。我觉得打得比较接近的精彩对战，我都可以放到 YouTube。这样子就可以放了。啊，等一下说你怎么都防一放赢的没放出的、啊？其实我输的也会放啊。如果打得很精彩的话，他要打出什么 set 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很屌的东西的话，我就会放。干你凹死你啊！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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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我没什么在用脑打，我的凹都会中啊，不错不错。没有，其实也还好啊，大概是一半一半吧。目前凹中跟凹不中的比例，没有，好像凹中比较多，好像64左右，6473。啊，该我按错了，我知道这是陷阱，我按错了。吼吼，等他雷电梯，我觉得他会雷电梯，我稍微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反应可不可以。吼吼，雷电梯要来了吗？雷电梯来一下。雷电梯，我等一下看了，我等的我还是看不到我的反应啊！看，哇、啊，受不了哎、欸！凹你啊！我靠，我靠，我凹他，我自己弄一个那么痛，受不了！雷电梯来一下，啊，受不了！哎、欸，运气不错。我知道他要拼这个，因为他拼到可以一直把我拼死。好，我先呛他，我跟他说你多心，这运气很好。
啊，先呛他一下，嗯。